今天一大早，四川省彭安县油坊沟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元国就带着村民们上演了一场赶牛大戏。他想用这种方式找出怀孕的母牛。穿了牛皮在等于说这个就很烦了，就是后面不是刚才就拿牛尾巴了嘛，本来就扣到嘛，扣到然后就把锅做到，做到后那个东西绳子套在上面，然后那个拿人穿，就是把鼻子穿起来，不是穿不到锁。我打的给到他的路。好，好，两点把牛牵走。我牵。哦。算到一个牵一个哈。太阳岛上水草丰盛，这些牛被油坊沟村的村民放养在这里。所以野性十足。端着，端着。我嘛，拿路来打，路来打。分不分嘛？分分吗？分吗？讲究。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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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这个往那边都没放哎。这个放个炮。王元国和乡亲们特意来到岛上，给怀孕的母牛加餐。像他那个就要壮些，都可能分三根儿，或者四根儿的，弱的，强的都两根儿、三根儿，是不是？我们都不能这个了，你不能分运气。哦，我先多分一下，多这个。我同学抽气了，抽气了。要那个喂叫喂醪糟那些，那个就下了过后才能喂醪糟，吹奶的。这个喂黄子秋也是打虫的，喂鸡肉这个东西它是为了长体的。你老人工跟你做得好，我跟你说，你要感谢那个老你嫁对了家人，你晓得的。还有个哪一点？还有个哪一点？可能喂完了。几年前，王元国带领村民们成功打造了百牛渡江的生态奇观。每年一度的放牛节也成为彭安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百牛渡江的成功让王元国有了更大的野心。要看的原生态，就要吃土鸡土鸭，吸引游客，搞农家乐啊、餐饮啊这些等都可以搞。王元国想要打造生态农庄，让游客们在观看百牛渡江的同时，还能体验农家生活。可是，生态农庄的打造预计需要150亩山林，必须得到每户村民的支持和参与。打造生态农庄，第一步就是成立养鸡合作社，建养鸡场。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村民后，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担心这会占用自家的土地，纷纷反对王元国的提议。我真的那医生看病了，再为啥再问你？舌尖伸出来看看，手伸出来看前面，再问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哦，他为啥在那提？这把脉象。
为了得到村民们的支持，王元国不厌其烦地跟村民解释养鸡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个就是以第一要叫养鸡保证你有收入要吃饭，二个保证土地长期有经济效益，是这样。万一亏了喂？那亏了，这个像那你这个你像你家人这个南极当时看得好，这个南极突然一下变了心了，就那个你还是找得要清政府的，那不可能噻，那不就是红线同担。我们土地都占完了，是占完了，你等于说分不到红，但是土地的租金是在那个地方。筹建养鸡场最大的阻碍就是村民没有信心。现在保证要知道一些，听说多大一些，就是说要旧房改了。这个还穿反了，看嘛。我翻了嘛，就对了嘛，翻了，翻了，人家看到我翻了一个书记都把那个皮带穿翻了。搞一个书记，书记不好不好意思嘛，几十岁了。这规矩那个漂亮，是吧？偷偷的规的我还对你有影响，这样我的吧。有啊，有影响，穿皮带都穿不来。对的，他看到我皮带都翻了，他来勾引我啊。王元国从镇文化站借来了一台摄像机，他想把村里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油坊沟村在外头发展的好的年轻人，希望他们回村投资创业，从而带动村民一起养鸡。开开心，听到啊？高不高兴？今天高兴，高兴啊！对，我跟那个一治疗的儿子是没在乎的，结果他不是好看。一段时间以来，拍摄视频几乎成了王元国最重要的事。从村头走到村尾，他用摄像机记录下村里发生的变化。我看到给你做摄像，你看。哎，推得好，推得好，对对对，那对哈，对对对，两个老子哈都动起来，再往前面推一点，跳头转来，那个我油坊沟村的。女将推船比男的推得好，你看。录好没有？我录了。你这好像还没录啊。哎呦，搞忘球了，根本没按到去。那你再重新推啊哟！啊，再来没录到，搞忘了，把那个录那个搞忘了，按起来。王元国来到县城，找到了他的亲家，他希望亲家的三儿子李定云能够带头回村投资。现在关键问题就是跟老百姓争收的问题了，我现在还想整个鸡场，像我想叫你回来，哎，那当个领头羊啊。养鸡的话，我有点原来头做的不好养，像我屋里那个我在外头那几年呢，我挣点钱，但是屋里开支比较大，娃儿在读书，那两个娃儿在读书。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压力啊。我们带几个娃儿耍，哪敢冒那个险咯？挣钱不容易，在外面好辛苦。李丁云夫妇俩的工作做不通，王元国很无奈，又找到了亲家，希望他们二老能够帮忙说服儿子回村投资。那是为自己些，我们以前自己为那个，等于说赚不到钱。特别不发瘟好点儿，遇到发瘟了，那更是现。哇，有人发瘟，鸡发瘟。哦，还不说现在他那。他们当兵，甩着麻拉了，给我那么做啊，都怕那点。讲万数的钱，那一亏下去事情，想万数不到。像我们那家庭。那都不想万数。我们那哈娃娃也正读书，几个娃娃。我听江龙说，也是农村里头，哪里找一点钱嘛，都是靠租啊。我说的说起，我们现在没错。我说我不江龙说，你喊我说我。可以的。今天一早，王元国的心情特别好，因为亲家的儿子今天要来村里跟他商量投资筹建鸡场的事儿。就打工做点鸡了，可以喂鱼的嘛，也可以搞饮食，是不是？休闲，那边都有耍的了。你那啥子全部在的那个，在的那个耍爆了现在。他现在在光到水倒到里面这个地方。家里我们姊妹商量过后和父母，都是商量过后决定呢，就把那个鸡场我们还是一起姊妹都共同出资，把那个鸡场啊做下去，这个办个这个事业，也只当的从亲戚角度考虑啊，也支持了我们那个我王叔的工作。
油坊沟村外出打工的人不少，发展的好不好大家都不清楚。可是李定云在县城开餐馆的事是全村人都知道的，而且生意也特别好，挣了不少钱。看到他都回来投资入股机场，村民们又担心错过了赚钱的好机会，纷纷找王元国说情。机场只到三十几个名额，那里你莫把我忘记了，尽最大的力量来给你考这个事情，不要我们饿肚子都得行了。对，那你莫今天，你莫今天找到我，明天找到全村人看到你，哎，你的厨房，他们天天我送家跑的，把我说的莫名其妙的就不好办了。两个说不成长啊，那就对了。肚子不饿，哎，不偷脑壳，不搞都不去。哦，那你要扣起我来就麻烦了噻，你来搞东西。因为李定云的参与，村民们也都积极响应。王元国却担心，如果不巧遇上了鸡瘟或者传染病，机场赔了钱，村里的困难户会负担不起，更重要的是村民会对他失去信心。所以他想了个办法来控制首批入股的名额。采取过那个，抓就这个形式，就是说我们写了个中奖，中奖两个字的那个打开来的就是属于入股人员，那写的零那个就作为你放弃了。那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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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给大家看的不嘛？真是领导的哇，你水气，你看水气好，能干能干能干。可以现在把他那股给买了，给下去。哦，可以，你们大家有没得？买一股嘛，大家高点。要是你们忘了，你把你那屁股卖了。王书记，王书记，你来看哈吧，我牛搞得不好了喂。看那是啥子病嘛？我晓得的，我又不是兽医。得了啥子病嘛？该看的看吧。到书记管的人要管就啥子都给你管完了。你是书记哥，不找你找哪一个吧？王元国知道，吕祝芳今天是为了养鸡场的股份而来，只不过找了牛生病的理由借题发挥。问牛，你把牛牵到我们的四分钟的面前来闹，那个啷做啊？所以说，你上班不好些。管得看，管得好不好？一天白天晚上都在跑。回家回去没得你事啊，我那个牛出了问题了，我不来找他，找哪一个啊？你今天就不对头了噻。我哪门不对头啊？你不对头，你问题是在那个地方，你那么容易把你办到了，我刚才说你又赔酒又赔人，要找那是我喊你欠钱的啊。我都是那你哪么做啊？那哪么做，那就叫那叫不要脸了。女儿嘞，我就是为了你，我为了家人的生活哦，总想要如果姑你们都不要，我们如何？其实，针对李祝芳家里的情况，王元国早就有了打算，只是没想到一大早李祝芳就吵上了门。你们投诉了的，我没说成呐，我心里是有点不那个啊。听我说，本来家里很困难，钱又拿不出来，我鸡瘟来了，那是不得了的。说你们都生不起这个好事，哎，送干股给你们送股，对不对？不管管起分红，你不担风险。李祝芳是村里的贫困户，全村像他这样的家庭也不止一户。王元国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所以村里抓阄购买股份，特意没让他们参加。我的儿子都相信你一句话，走了走了。吕祝芳的问题顺利解决了。王元国赶紧回到屋里安慰自己的老伴儿。这些年为了油坊沟村的发展，自己起早贪黑，家里全靠老伴儿打理。刚刚为了安抚吕祝芳训了老伴儿，王元国的心里特别愧疚。委屈你了，这个当干部的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实际上从内心来说还是为了，就是说我生怕在外面把工作搞不起，不是我的心，但是不为我的心呢，但是确实你在上学，我心里不清楚，折磨自己身体。那来个写个，
那我扶到我妻子了哈，啊，这生气，自己整过自己是不是？李全福是油坊沟村二队的村民，养鸡场的规划紧挨着他的这块地，因为没有明确的界限，施工的师傅没留意，推倒了他的树。承建鸡场的经理闻讯赶来，阿翔，你来没棵树，你挡着去不让施工，你得解决，你就把那个进度，把那个工程工地全部提到马动了。你这就是把树枝给我摘起就得。你采访你噻，你没有往事情说，那么摘得好啊？那么可能摘得好个你？你不可能喊我给你摘起吧？你说摘起不摘嘛？你说可不可能？那个反正也合着树。那要不那么，出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听下你的。哎，莫在我打个解决头。那个杆子树要好多钱嘛？那个杆子树。我那个不是钱的问题。李全福也是在抽签过程中没有分配到股份的村民，心里很不平衡。今天他还想借着这个机会获得一些补偿。我那个就是生死利益那么个配合，我一点就是合法，要摘好多杆子吧。我今天只结果，明天再结果，那么结五十，那个赔五十点钱。那个是那么来的。那我你那么说，我只喊书记出面解决噻。耽误工期，利益就会受损。面对老乡的软硬不吃，着急上火的经理一看到王元国就大倒苦水。你看那个装大的一摆起来挺起，那个是费用啊，大哥是不是？不急不急哈，还不急，他问的是他有点还钱了，我感觉我说是嘛，我给他赔了一刀钱，他都没心痛啊，他都不给开个价呀，你看嘛，我说大家就是他说都不跟我说，都给我退了，你哪个说了对吧？是你昨天我跟你办了招呼的，每个队一队之间到这个队来，你必须跟我打招呼，我们跟三队打招呼。是，你在红木上别个，你这是找到我了。王元国觉得，事情要解决，重点在李全福身上，而且今后养鸡场要养鸡，也必须依靠村民。所以，尽管王元国知道李全福闹情绪的原因，也尽量妥协。你说你只说我个人感情，按那个青安路那个赔偿，我给你给一，我说给你给一百块钱哈，你把那个捡了去，对不对？把那个钱拿下去。教授呗。拿到，好，看到我个人感情上，听到没有？像这个，对不对？对不对，修房子啊？我是说修房子吧，我马上要接媳妇了，这样说话。对了哦。王元国说的房子，是由国家投资正在建设的第二期移民新居工程。李全福抽签得了一套大房，可是孩子即将结婚，他一直想着能用这套大房调换两套小房，给孩子做婚房。房子太好了，靠你哥儿哦，那个把那个钱来带带去。我那儿不是说要你那个是跟我说了，我屁事我的。为了大家的，对，你不可能来那个。你要放心，为我们那个村庄的发展，你把那个事情放平，那个做数到那时候我给你。保证你把房子修了，好不好？但是你现在给我完成个任务，整个这个土地改了一个对的，是不是啊？遇到点麻烦我就找你，你好不好？好不好？就说哈，就是嘛，好，我帮老百姓那个，就是哈。在养鸡场如火如荼的修建中，为了防止变成烂尾工程，村里让建筑商先压了60万块钱，这样既能让工人们按时拿到工资，也能保质保量的完工。交60万块钱发放了我们的那个工资的保证金，压到我们村上的，你每个月不按时去发哈，我都把那个钱扣下了，我来跟他发。我都要看这边。
你要看到距离拿开着，拿开着哦。一、二、三，然后这么一，搓麻将，一、二。来，你快点进。老师的，哥哥，这个年轻啊！哈哈哈哈哪边走山哈？广场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每当村民聚集在这里跳广场舞的时候，王元国就会拿出他的摄像机，记录村民的快乐生活，并且把这份幸福传递出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多好一二十年了，哥！一百岁不算哪，一百岁才达标。哎，对啊对啊，影响在这叫你孙子看到我老太太，哥！老太太哦，身体多壮多壮实。好一百岁。对对对，我叫你好一百一岁啊！只要天天跳就是好，对不对？哈、啊。嗯，好。地方经过大家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加入到油坊沟村的生态农庄建设中。采摘园、农家乐、宾馆，油坊沟村每天都悄然发生着变化。每天叫醒油坊沟村的就是这满山遍野的雄鸡，它们不仅可以让远方来的游客品尝正宗的农家味，也让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为了更好地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今天王元国要上山抓鸡，让村民们尝尝跑山鸡的滋味。晓得那个叫鸡公的进山，懂不？也，他搞那个真的这个叫做希望发达的，懂不？抓到的鸡不老实，这时多年喂养家禽的土办法就派上了用场。这个我们家长看到没得？瞥一下，是那个，这个牛都不得了。跟他说点悄悄话噻。这个水河那儿来看，技术来。就是他耳边跟他说噻。不动都动那个。算顶的话，你给我们嘞。啊，裤子都崩脱了，你看抓鸡哦，来抓啥了？多的慢点，鸡把裤子也崩脱了嘛，那么费力哟。哎啥哦，一旦裤子来脏的不好就挂了。今天是生态农庄和移民新居主体建设完工的日子，村民们摆上了传统的爸爸宴。各位村民啊，现在我们那个油坊沟村新村移民区聚集点主体工程停工中庆祝活动那个午宴正式开始出餐了。各位村民，为了油坊沟村的明天更美好、更幸福，干杯！我们油坊沟村有山有水有河的，我们的生活也就像这个地心一样，也有烦恼，也有不少的矛盾，不能向困难低头。我们要愉快地去面对人生。一、二、三，前走！